Check the mic and make sure it sound right, boys.介紹一部係4K孖三六零啦，咁就係貨車嚟嘅，大貨車，咁啊大概5.5-9噸啦，咁就有前cam啦、後cam啦、左cam啦、右cam啦，咁啊熒光幕，好啦，咁啊前cam就係喺個陣間我哋會介紹翻個前cam嘅位置俾你啦，同埋後cam嘅位置啦，同埋左右cam嘅位置俾大家嘅，咁而家先睇睇熒光幕，入邊咧就有啲 function俾有啲setting俾你解嘅，咁啊錄像啦，錄像分辨率咧可以揀到4K啦，分段時間3分鐘啦，有錄影聲音啦、畫面啦，咁啊有監視器控制啦，咁啊儲存資料啦，咁啊格式化啦。 咁啊，分屏啦，分屏可以分幾多個屏啊？4屏、2屏、1屏，咁啊有倒車線啦，咁啊呢個就冇裝到個倒車線嘅，咁啊有熒幕保護啦、熒幕亮度啦，咁啊語音控制啦、停車監控啦、語言啦、喇叭音量啦、日期啦，咁啊。 咁好啦，咁啊出返去呢，我哋其實有個模式嘅，可以教 V1 啦，前 cam 啦，後 cam 啦，左 cam 啦，右 cam 啦，咁可以調校嘅，咁啊亦都可以 on off 啦，咁啊熄機啦，有開機啦，咁啊 menu 啦，咁啊 V1、V2、V3、V4 咁可以去自己揀嘅。 咁好啦，咁啊，我就交俾另一位同事，會話大家介紹話個 cam 嘅位置俾你聽，係邊一個位置？前 cam 嘅位置喺車頭 bumper 上面車牌嘅正上方，離地大約一隻手嘅距離，一個手臂嘅距離。 然后左 cam 呢个系车头左前门，按客人嘅要求装咗喺佢想要嘅位置，车顶用鸟瞰嘅方式望落地下。然后尾 cam 因为本身客人楼上有个倒车 cam， 咁佢睇嘅位置咧系睇唔到车尾嘅正下方嘅，所以就帮佢喺车尾。 嘅車牌架正下方裝咗一個可以喺低炒嘅 cam， 去到右 cam 都係按客人要求裝返喺同左邊成軸、左邊對稱嘅距離。